拖拖人烟死南片嘅史木乡，系一个瓦海嘅乡镇，也系台湾重要嘅农业生产区。市区度人车当道，热闹热，就拖了条来往海外，点点空灯，几啊错落物。过行之前，叶梅巧子同盆盆嘅马宝食材当派头，佢喺史木乡内为一个国家三级古迹翻江落物。落户宫廷地牌服侍阿公婆牌，上牌含吊灯土吊家乡的牌匾，两是返乡家族的精神中心。五个兄弟呢，压低个大侠，说哎呦，你的子孙来到两位啊，年节要拜祖啊，就落唔得咧吼。啊，大家商量个，冇做了，要起间下太间的祖堂，安排你年节拜祖先啊，落得来，好好看啊。时间倒转到清乾隆一年，时年一七三六年，返乡开台族单身过来台湾，先切到新埔了解厦门开发界房地开放。新竹嘅南寮啦，哦，加很多淡水，多加啲电玉以后呢，七七加啲吼人当多，哦，但是天啊，人讲诶，我多加啲立足啊，起降诶，吼人上多，所以讲七七人移来。移到你阿达的新屋了未来，新屋了了人是较少，但是个土地啊，我都唔想土地啦。到了位停下来以后呢，就来申请开垦证啦吼，来从事农工的个工作。每项一位人少，无物个势力，依然有发展。其他乡体来听收，也打好返乡家属以后个财富基础。到个乾隆十六年的时间呢，佮五个乡体个。继续来到了台湾，哦，还也系从事嘅农耕嘅呢个生产嘅工作，但是非常嘅认真，所以佢哋很多不良嘅土地呢，变成非常好嘅土地呢，总共呢有3800人家。短短几年间，五乡体流血流汗，一笑惊人，当家就变作当地嘅太富人家。每项返乡家族因为其当作新界屋，所以新屋一个体面，而且用到了下。所有的建材，哦，像那个梁的个地方，杉木啊、石基啊，个条全部都太陆运过来啦，运过来非常的高贵，哦，还有很多些清贵的东西，也清个高尚的个材料。到了去的时节，进去是更好看。哦，非常的，我攞价值非常的多，所以讲对啲富强的人啊，全部讲诶，啲悭钱啊，比如说诶，咱嚟跨新厝，咱嚟跨新厝，所以讲七七跳到啲下来，新屋嘅由来也冇改变，也出到啲下来。没想到新屋呢个地名竟然来自一个家族，另外返乡呢个乡也有一个感动人的故事，讲起清楚。有一个寡妇女士，因为老公翻石件当后生就无彩，都用将家门讲同人，每项翻门节太行过后，因为感染后续养育之恩，将个本应该来上讲，不过唔知生相讲，相帮，相帮，两个相讲，亲门节全用翻房覆盖，除八个相之外，是个创意个相。到了他目前为止，听到讲无落个油啊，啊，姜啊。进也没有犯法就对了，好，再讲犯什么名字什么名字，家没有进去都有，好，但是都在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家规啊都可以了，啊，那等于说公司落去的时间是好像说没有忘恩负义啊，永远啊有送到恩也恩也公家。你好，我们不投高地板，犯表子孙，他要有万年。到了中药行业五个将落户制度，除了是市民中推荐，一般放假加速度市务界开发贡献，更加有意义。中药行业是多名不如论，因为台北有太高股票价，仅仅30元，放起来当小俘虏，所以两个名。今日做建筑是万个落户万先机，台中平阳铺开馆市民将他建后台子孙所记。做了哈，一共130万元。
南进西方的形式，提前风趣同暖暖的笑，播上照片，甚至高镜头装饰的门料，装扮卡带，展现伊三百台式。今日个古个个革新呢，是从一段中国个古个啊，那泰国旧宝物。啊，古旧嘅文物啊，保保住嚟一个娱乐，叫做三进啊，本意门，叫做有只安尼嘅讲法嘛，所以叫做规个格局呢，非常嘅大，非常宽，叫做整体形象格外格丽，那个可能一般佛房讲格丽嘅体嘅景象。万圣节当派头嘅宫廷，太门系修工重要嘅格式门。提拔的服侍掌握的阿公婆派选项的花香就会来台主张太健，也是千众一片台中平阳北埔的乡人。张太健先生呢，他是两座广东太埔县七山脚乡人啊，他本身呢田家爸就好学武术，一嘛就学到了汉族，所以他那个清朝康熙年间呢，是来到台湾。当佮来台湾时间呢，系到了都了陆光上来，啊，其实往北行，啊，拄拄好佮上到了台中县了位，佮满了按照你讲太毒贩太毒贩啦哈，是到了到了那个丰年了新光了位，都暗里太狭。就会都发生了个啊，讲出门啦，真多个人普遍哈，啊，遇唔到，这个问到张太健先生呢，啊，叫我看字，啊，其实来到了片丰原的片，丰原口前头都葫芦墩，啊，头两呢，啊，是张家个去户外个医药呢，都救到真多个人。同时呢，也感觉家长真多土地呢，真大上，顺便教家人啊，简单嘅农耕啊。张太健贡献当多，也因为安尼，从当地平埔族嘅关系更加深。两个人就非常感福气，讲啊，佢安尼救人当然，就张家妹呢来嫁俾佢，所以讲后来呢，人讲很易反复嘛，其实庄头是庄头去救。啊！一撞头头去去街啊，结果加除了加个太狭之外，还有真多小狭嘛。小狭个国狭有头目啊，个头目嘛感觉很多公路安泰，又嘛够莫要加俾佢，总共投六个本粮啊，都阿加强不错个啦。强不错系门内社会，土地算系什么个？张太健因为投六个强不错本粮。土地也增加当家，不过工作需要训练，所以张太健就开葫芦墩砖。是对了太急火，忍受上来。你上来了后呢，其自家如果关开以外，佮到原来原住民，佮嘛搞件恁完全耕种，当然拿铁来弯水。啊，当时刚开始是啊，拿那个四分田同来弯水啊，你哈，啊是。慢慢个土地子越来越宽。葫芦墩砖个完成，唔单止解决张太健自家土地个灌溉问题，也造福几个台中平阳北埔区域。那个葫芦墩砖呢，是讲台中县市个灌溉个命脉啦。因为家己咪水，除了个葫芦墩地区、丰原地区开发以外，加水源很多台中市个北墩。个热落去呢，七七许多，计台贵啊台中市都污染，行一条流过个乡去呢，行个污风太厉，个乡都行贵下缩了葫芦墩砖做起个灌溉个范围啊哈。张太健开辟作砖，搬水砖流入之内，几下钱个房体变良田，后头个人为了纪念两位开放拓垦个先民，当时信仰中心迪拜。设立于张太健长盛六位，日本籍的贡献唔系本人填标牌。家中小屋
在台湾的下小建的五星建筑，空间形式环境层次分明，特别的是严密的建筑配置，看得出客家人家强调的防疫功能。八国人前都已经贴心在做了，都烟布啦、脚罩，佮建筑工厂穿前都大家亲戚都提下姜阿吃。啊，佮系闽客些多时代啊，佮危险啊。啊，往年很少办有台湾族啊、原住民啊，佮种人他家庭讲弱势啊，要保护自家，人都需要个，人讲微量火防。哦，有整个有个防卫功能啊。也不然都舍不出省个重要出门，嘛咧夹东上一部分，不过也要留给安尼设计个瞳孔。哦，当时主要是防闽客械斗时代啦。大约两百年前，小吴来台族对广东梅县土海来台，先做到台南落脚，其个后台子孙小做工做苗业，竟然成功将其立下个落户。家东是属于做对，是个特殊的地方啦。客家庄靠海平的，怕咱咱个家东，那是有公桥。个社会之前都有公桥管的，有机会做生意，做海外贸易啦。哦，出做酒小弟转过去，啊，你转过进步，提名人布，或者开人开布店。小屋的建筑装饰也是西部做法，磨算当朝，本人朴实又简单的感觉，完全符合客人全腔的性格。我哋客家人咧，木业个上强，嗰种啊，木业个木木嘅雕龙画凤、富丽堂皇，很平实的。哦，嗰种材料都是很结构很结实的。哦。有大模组。屏东县万万乡开发历史长久，保存的落户建筑日益丰富，先有名也有代表性的爱先讲到五九水流木总祠，1864年起的建筑，殿外的门楼上摆有叶梅雕刻，看起来更加派头。公厅是独立空间，也是服侍流木阿公婆的所在。人们同讲是行进双摇来，要头九岁、二九岁、三九岁。四九岁到五九岁，因为五九岁在过去都拆散万件状的平埔族的，嗰还要家族的好多年，佢说都到五九岁都停止我哋客家人的开发的。流木的发展对五九岁地区有动态的影响，纵然流木祖先到万万山区，除了开垦建筑之外，也上忙做文教工作。一间流木的图书馆管海散房，就是当时有名的学堂。一门两台三公室，也就喺度决定地迁筹租干以后，啲米都拿钱过来建设，与东部嘅咁多管海散房，佢都来教育我哋五九岁同虎口呢，一度出名，必定是汉诗，佢说我哋呢。文化水準都提高嘅，佢所以都要講啊，冇到五九歲唔一流啊，啊不到五個歲不入流也。這流就有代表，一個是上流社會的流，一個是流家的流。當到客家落户，後輩仲要感通人界人文歷史傳奇，特地用心去潛入了解，因為對而家家族嘅發展，同其帶動地方嘅繁榮。实在不安的，你是国家某穷款界客家文化。